女生的器官怎么讲？比比舔怎么讲？舔比比哈，那舔怎么讲？啊？哎，比比。这舌头多灵活，对不对？气。阴唇怎么讲？那刮比比哦。湿了怎么讲？有时候女生下面会是喉痒。我梳比比喉痒来。哦，很痒怎么讲？就痒哎。对啊，可贵。刷个你比比啦，可贵啦。
像我在太阳下低头，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。你是不是像我，就算受了冷落，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？你是不是像我，整天忙着追求，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？你是不是像我，曾经茫然失措，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？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，对爱的执着。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希望在动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舔逼怎么讲？舔逼逼，舔逼逼啊！你用你的嘴巴去舔你的逼逼。打电话舔怎么讲？舔，你要去舔啊！打电话怎么讲？舔，陪伴，陪伴逼逼，陪伴逼逼，陪伴，陪伴逼逼，陪伴逼逼。哦，就是要用陪伴这样子，陪伴。陪伴比比，陪伴比比，陪伴，陪伴比比，陪伴比比，陪伴，陪伴比比，陪伴比比，陪伴，陪伴比比，陪伴比比。
那他刚刚讲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？张子，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，张子，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三零零啊，张子，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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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零零啊。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，你现在别人在照相，你拍他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人家是有肖像权的。OK， 谢谢你。公开活动讲了吗？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，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，哪些人不能摄影。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，我们可以主张，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。香港交代员，谢谢你。香港交代员，我是裁判，我是会场管理，你可以针对我。你终于要交代了吗？不是，我是会场管理，我用我的管理的权。大会报告，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、海端乡、卓溪乡、海端乡以及延平乡。大家都不要为难，好吗？可以吗？画面够了吧？好，现在进入最后一圈。对不起，我们禁止你拍摄。大会报告，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。警察，我不会找警察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我们禁止你摄影，请离开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。香港交代的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香港交代，一点。大会报告。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社男组800公尺的决赛。你为什么不能摄影？介绍到此。我们有权利。第一道信义乡。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们都有记录过。延平乡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啊。第三道，我们这么会卓溪乡，好吗？第四道，大家互相。桃园区，这不是自由。第五道。桃园区，我们大会，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，我来。海端乡，第八道，卓溪乡，谢谢你，好吗？大家一起帮忙。所以先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不是，我现在要摄影怎么了？你现在如果好，我们达成一个协议，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，我没看到你就算了，好吗？
所以吃的时候它会叫一八路哔哔，因为那个哔哔里面有一个豆豆，有没有？对，挑衅的豆豆，有没有？阴蒂嘛，阴蒂。对，然后里面有豆豆，阴阴唇的上一层呐、啊。那个阴蒂哔哔，那个阴蒂怎么讲？德鲁话阴蒂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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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嘟嘟，嘟嘟。哎、欸，阿妹族叫本怒，本怒，哎、欸，怎么样？不了解，孤独，我没有老婆吗？要拆掉，你要离开。没有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你的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。好。那个店你先拔掉。好。好不好？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、欸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李先生，你刚刚就在，我不要你叫，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。窃占公家的所有店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，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现场。Thank you.
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是怎么讲？怎么样考？这样考试啊？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？我第一次看到，因为。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升级上的探讨。哦，升级。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？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，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。用手去抠鼻，那个抠鼻怎么讲 ？You give one for me。You one。再一次，再一次慢一点。You give one for me。You give one for me。QQ One Cookie， 哎，哦，非常。Cookie， 啊，来，嘴巴的怎么？嘴巴的怎么？嘴巴是这样，这样。然后有一次，有时候这样，不要乱讲啊！再多一点，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。更灵活的吗？这样吗？对。哎呀，前戏舔 B 哈。舔那个不给，那个舔不给怎么讲？米纳奇纳奇都不给啊！米纳奇纳奇都不给，米纳奇纳奇都不给。哎呀！哦，好了啦，这不做了啦。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，再放在脸部上面。比脸部的考试这样？你怎么那么强？傻笑啦！我有 A 级这样执照一样。你应该是国宝级的。我刷牙都用舌头。